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少冰。好，少冰的定义。好，拿到这一杯饮料，一点，现在是1:08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少冰的定义。注意哦，少冰哦，摩卡哦。因为实在是在那边看到的时候，我真的太震惊了。喏，可见的范围之内，看到了没有？少冰哦。我第一次发现到少冰居然那样子，啊呀，这叫做少冰。其实我那时候他刚刚弄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是好几个大冰块啊，然后经过一路骑摩托车这样子切个球球啊，变成了这样子，这个叫做少冰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家的饮料味道这么的淡薄了，原因懂了。